哦，所以他就赖到是一定是我家，我们那打不开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弄，那挺随便，随便就说干脆切掉好了，先定。哦，所以，确实是不是我们的管路，我也不确定。那你弄完之后，他们还有在说什么？再说什么都怪不到我对，就们怪不到你。我已经切掉了，谁？因为我想知道，其实不是你，但是他是不是错怪你呀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在扯，拉扯。一般这是。